我给你，我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他们在仙桃，他们卖了多少钱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我们仙桃那个摊子，到目前为止微信1200多。我靠！微信1200多，我当时我在仙桃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来这儿之后我都唱成这样了，好气啊！激烈薯条，小苏。